好的，立法院第九届第八会期教育文化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的会议程序，我们报告委员会出席的委员五个人，以主法定的人数，我们现在开会。议事，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一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一、本院第九届第八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业经提报，本院第九届第八会期第一次会议报告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宣读第九届第八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号委员黄国书，二号委员张廖万坚，三号委员苏巧慧，四号委员吴思瑶，五号委员钟嘉宾，六号委员李立芬，七号委员蔡培慧，八号委员许志杰，九号委员蒋乃馨，十号委员陈学胜，十一号委员柯志恩，十二号委员林义华，十三号委员简东明，十四号委员高金素梅。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进行选举事项。选举本会期的招委，依照召集委员选举规办法规定，并经各党团书面的同意，我们现在是要以推选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各党团的同意书。一、推举书：本院民进党党团推举李立芬委员为第九届第八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二、自依据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相关规定，本党团推选高金素梅委员为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此致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三、本党团同意第九届第八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由亲民党推选高金委员素梅担任，此致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亲民党立法院党团。宣读完毕。好，我们请问各位委员对以上宣读有没有什么异议？无异议。好，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现在宣告推选结果如下：李委员立芬还有高金委员素梅为立法院第九届第八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召集委员。素梅在这里要非常谢谢民进党团的承让，还要谢谢亲民党团的争取，更要谢谢国民党团的支持，谢谢大家。今日的议程已进行完毕，我们现在散会，谢谢。好，现在我们开了招委会议，谢谢，谢谢。